你们听说了吗？位于 Mount Austin 有一家藏得很深的日式吃茶店，名为八番神。这家日式吃茶店回头率超高的，大家千万别错过啦！八番神室内以木色为主，充满了日本风情。他们最近推出了全新菜单，并将门市调整为更精致的小店，菜单和风格都更加 chill。今天我们来尝试他们家的新菜品，先是他们家的招牌炙烧三文鱼高山茶泡饭，简直就是治愈系的代表。淋上特制茶鱼汤的泡饭，味道咸香咸香的，搭配新鲜的三文鱼，每一口都是享受。然后是芥末高汤酱油沾茶荞麦面，别看它简单，它和我平时吃的冷面有点不太一样。汤里加了柚子醋和生芥末，有一种让人精神一振的感觉，搭配劲道十足的荞麦面，爽口又清新。如果你爱吃肉，绝不能错过他们的汉堡肉咖喱饭。汉堡肉覆盖着烤过的芝士，融化在汉堡肉上，汉堡肉后世再配上香甜的咖喱酱，你绝对没有试过这样的配搭。这道牛油果三文鱼寿司签很有创意，寿司签的设计加上绵密的牛油果和鲜嫩的三文鱼，味道清新。这道胡麻照烧水煎饺内馅饱满多汁，搭配浓郁的照烧酱和胡麻，好吃。最后这道玉子烧蟹柳明太塔帕斯搭配了蟹柳和明太子酱，口感丰富，一口一个，非常过瘾。新推出的新菜单非常不错，如果你也是个日料爱好者，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新菜单哦。